这台设备是我们那个焊接分离磁选一体机，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焊接分离和磁选的。这台设备的工作能力是每小时在1000公斤左右。这边是我们的出玻璃杂质出口。 这个是铁粉杂质出口，这是粉末杂质出口，这是磁选分离出口，一般就是成品了。 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源开起来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速马达的转方向是否跟箭头一致。如果是一致的，那就 OK。 这边是我们的焊接，看一下啊。